我哋兩個禮拜前喺呢度彩排咗嗰個最喜愛的男歌手嗰個頒獎環節，佢已經有幾多人睇過啦？我想知，大部分都睇過啦，係嘛？咁冇人未睇嘅咧，真係冇人未睇喎，真係係嘛？咁睇過嗰啲介唔介意睇多次咧？ 咁我哋即刻嚟啦，好唔好啊？我最喜爱的男歌手五强张敬轩 ，OK， 张敬轩就入行22年啦，已经系嘛？喺叱咤攞咗无数咁多嘅奖项，唯独是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呢个奖咧，喺2014年咧攞过一次。至于今年有冇机会咧，以下呢一首歌送俾轩公嘅。 站拉票得到回响，勤力谦恭应该有奖。张敬轩 ，OK， 喺2014年之前咧，张敬轩嘅劲敌嘅大部分都系佢嘅前辈 ，OK， 当佢嘅前辈咧慢慢离开咗叱咤呢个颁奖台之后咧，佢就成为咗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啦 ，OK。 跟住嗰幾年點樣啊？繼續好努力咁樣做佢嘅音樂，而努力得到嘅回報係咩呢？就係一個又一個更強勁嘅對手張敬軒。OK， 去到2018年，張敬軒面對一個樂壇海嘯，嗰個海嘯叫做演藝人協會會長。當晚我喺後台打開個信封嘅時候，我見到古天樂呢3個字，我向工作人員爆咗4個大字。 有冇搞錯？工作人員回翻4個大字俾我，我咪投票。結果我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呢個獎頒咗俾一個影帝 ，OK？ 冇辦法，你唱歌嘅輸邊個做戲嘅，你冇説話好講啊，係咪先？樂迷投票越玩越大，張敬軒。OK？ 然之後去到2020年 ，OK？ 面對咗樂壇海嘯之後，張敬軒面對咗另外一樣嘢，另一個厄運就係咩啊？香港係爆發咗開埠以嚟一個社區最大嘅流行 ，Mirror 大流行。當中一位年青人，佢叫做姜濤，連續2年攞咗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呢個獎。跟住嗰一年 ，OK， 係 Anson Low。我記得個畫面啊！ 張敬軒係嘛？坐喺第一行，後面成隊 Mirror 啦，係嘛？嗰邊一個 Eden， 呢邊一個 Ian， Anson 都有兩個。我望落去嘅時候，我諗話：大佬，你真係要等到 Frankie 攞埋獎先輪到你嘅喎。咁即係張敬軒要等多12年，先至有機會攞呢個我最喜愛的男歌手。OK， 哇！啲小鮮肉玩晒啦，係嘛？張敬軒。 然之後，你繼續同你玩喎，佢整咗個隱形遊樂場出嚟，咁但係連呢個遊樂場都玩佢，因為突然間爆出一個雲光。你都叫得自己叫軒公㗎啦，係嘛？咁你關愛座都有得坐啦，有乜理由坐咗關愛座都要讓位俾人？咁但係冇辦法喎，你一個姜B，一個光B，加埋差唔多成100歲，係咪？ 咁你一定要讓位俾佢啦。好多人話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咁你認命啊？有冇見過長江前浪比前浪推啊？呢個係違反咗大自然定律嘅，張敬軒。你一個前浪嘅名係唔係叫做尹光？佢嘅全名叫做 AI 尹光。哇！你出到高科技嘞噃，人點同高科技鬥啊？ 咪就人同高科技鬥咯，落街擺街站拉票講政綱，佢唔係同你講玩嘅張敬軒。唉，年都係咁啊，咩啊班咗咩我最應該得男歌手林海峰喺度玩人，好過分。有啲得咗人淨喺上台同我講啊，你唔好玩我啦 ，Jan 咁樣。我都有反思，我咪好過分啊！ 但係我會繼續玩落去㗎，因為有一個人我喺度玩唔好，佢冇上過嚟，佢一直喺台下面
大家有眼見嘅，所以其實我唔係好過分啊！我一年玩人都係一次啫。有票喺手嘅歌迷，佢哋係玩一個人玩足十年啊 ！OK， 所以如果今日你覺得你俾人玩緊，或者係你知道有成班人夾埋專登玩你一個，甚至你覺得啊，個天係咪玩緊我？唔好氣餒，繼續玩落去。張敬軒示範咗俾大家睇咩叫做有玩。未為輸，而佢從來冇講過一句你唔好玩我啦。相反，佢係繼續努力咁玩，好認真咁玩，玩好佢嘅音樂。不卑不亢，唔怕輸，努力玩十年，係足足十年，十年磨一劍，叱咤歷史性時刻。重要嘅嘢講三次，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張敬軒，張敬軒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